小时候，学校门口最让你难忘的小吃是什么呢？这个调料的配方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。面糊的配方我也放在屏幕上喽。一个鸡蛋，一点葱花，搅散。铺上腌制好的肉泥，再来点黑胡椒。等鸡蛋定型了再翻面，看我这手法专业吧。再来点面糊夹起来，不停翻面，到表面有这种焦焦的状态。40克的棉花糖，250克的牛奶。等棉花糖完全融化了，加入巧克力。想要口感细腻的，可以裹一下筛哦。我一共做了两个味道，一个巧克力味的，一个原味的。刷上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再来点烧烤粉。皮薄馅多，肉想加多少加多少。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回忆。你们觉得我这手艺该去哪里摆摊呢？